第二个角。这里有一个卡槽，卡槽的话直接这里松一点，直接卡进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要拉到底，要拉到底，然后把它锁紧，两个都要锁紧。然后这个是那个喷头固定架，喷头固定架，这样，然后用一脚把它锁紧，记得是这样装的。这个是稍微在下面一点，在右边。装喷头的时候千万不能碰到这个喷嘴，它里面有一个喷嘴。那这里有一个卡住的，卡住的要对着，这个地方有个卡住的，卡住的要对着这个地方。这样才是对的，然后把它拧紧。先盖着，然后再装感应头。感应头插口是这一个，这一个是感应头插口。好，装好了以后，这两个螺丝把它锁紧，那这一头固定在这里。Thank you.